豆豆跑到楼上玩，我们不知道他在楼上，随手关门了。他跳窗户想从下面下去，他没想到那么高。我们在一楼听到瓦上咚的一声，你这个盲盒他也不知道叫了一下。你这样搞迟早有一天因为要遭拽哦。刚刚去街上拿了几个快递。我爷爷这两天身体不太舒服，家里面的猪啊全都卖掉了，现在他们也没什么活干，年纪大了。我爷爷那天啊，他走路头晕，然后就摔倒了。我那天买了一根拐杖，光我给你买了一块来看，买了个拐棍儿。嗯，我打开来先。应该不贵，几十块钱，七十块。我爷爷他们现在没喂猪了，年纪大了，我爸他们都叫他们不要养了。然后爷爷他们农村人嘛，闲不住，他就是这样耍起来感觉也很无聊。你哪拿起你拿绳呢？嗯，拿起运动点。对头，我看你最近的身体跟去年往年家大不一样的。你说我困难，还是我做兴趣？那个脚脚儿，它是那骆驼那个脚脚儿，它骆了都可以，有皱一块儿都是，嗯，开始吧。我妈今天回来了，她回来过一个端午节，然后小峰去云南，我妈回来刚好也可以给我们煮下饭吃。这个蘑菇肯定好吃。哪两个菜是你炒的？这两个，看起来还是很有食欲。快把饭吃完嘞！你们那里吃肉不是这样熏过的？嗯，烧都不用。温度。嗯。新鲜肉。嗯。爸爸，你家小狗狗趴在我们脖子上。我的呢？那我还是啃你了。放在那里。嗯。你可以啃的。你爸爸说的，有这种有梗状的，养鱼啊。嗯，反正他都没有可以吃的，都是这样子的。我不吃，爸爸，我不想，我想吃那个。现在还捡得到？捡得到，是吧？捡也能捡到，少得很。这四个月份。三月份的时候，那个地上它没有，到了两年后，哦，年前。这个药粉不要还。